name is. To be sure you're feeling right, wanted to be sure we want the same thing. So, this is always a regret. That song is Liang Huaiyi in the recording company's last song. We now can't even guess what kind of state he was in at the time. What the hell is wrong with you tonight?你好，我想查一下维特唱片公司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对对，地址也要。你说。先生您好。维特唱片是吧？啊，是。叫你们老板出来。先生，我们老板在开会呢。谁是老板？啊！先生，您别跟这儿喊。我们谁是老板？我不是办公区。你别跟我废话，我不想跟你废话。我在开会呢，先生。你有什么事跟我说。谁是老板？先生，您别喊了，先生。谁是老板？先生，我是这儿的负责人。你有什么事情的话，上来我办公室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也许这只是一个巧合吧。两首歌一模一样，这他妈是巧合？我们公司的梁怀义在两年前就已经去世了。如果不是巧合的话，我请你给我一个解释。你说这两首歌是两年前别人写的？骗人！我要去法院告你们。Tragic news from China today. The rock star Liang Huaiyi has been found dead from a drug overdose.
妈，你知道这琴上的字是谁刻的吗？谁知道呢？这把老琴已经有些年头了。别整天老抱着琴了。陈总，这把琴，你跟这把琴有什么关系？跟我回车上谈。梁怀义是个成功的摇滚艺人。我发掘他时，他在北京的地下音乐圈已经小有名气了。他是如此的光芒四射，让我觉得好像都爱上他了。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祝贺你，怀义。我以为我们有了一个很美丽的开始，可一切对他来说似乎太顺利了。7月16日，我接到了医院的电话，他已经昏迷了几个小时，医生判断他是吸毒过量又抢救不及时，导致了严重的脑损伤。林伟，你就是梁怀义，公司宣布你死亡了，唱片大卖，公司因此赚了一大笔钱。公司花钱为你做了整容，并安排你的母亲照顾你今后的生活。看来我不过是你们的一件东西，想要就要，想扔就扔。是你自己毁了你自己。你醒了之后，除了你妈妈，谁都不记得了。你甚至忘了你自己的名字。你做不了梁怀义了，你没有办法再唱歌了。
您好，请问能不能采访您一下呢？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请问您最想跟我们全部的观众说句什么话呢？你回来了，你去找他了。妈，为什么？你是妈唯一的儿子，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请问您最想跟我们全部的观众说句什么话呢？大家好，我是林伟，我希望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谢谢。What the hell?